把咏春拳一体化，就是让国人跟外国人向往学习，使他们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优点，这个就是另类国力的表现。体育局跟文化局要马上整合咏春拳，马上推动小学、中学、民间跟军队那边推广，假如要把咏春拳发展得快，我们就要把它简化，要有考试、星级、段位的制度，让咏春拳发展得更快、更容易推广。咏春拳是女人的机会，